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实习生。我们 MOR 集团招的可是年轻的美妆编剧，你懂时尚吗？就是，你都这把年纪了，字都看不清，还出来跟我们抢工作。我认为美妆没有年龄限制，任何年纪都有变漂亮的权利。年纪又大又没基础，招进来只会拖后腿。就是，你不要，我们也不要。编剧看的是实力，不是年龄。欢迎你加入我们团队。谢谢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穆总，穆老夫人见不歪了，她就化妆这点，随她吧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有个美妆的新项目，给 MY。好的。夏冬冬，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夏冬冬，我们公司要的是年轻化的人才。李阿姨就是年纪大了点，但是她业务能力不比别人差。行啊。那穆氏集团的项目就交给你们团队了，三天之后我要完整的方案。领导，那可是 S 级项目，能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吗？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带头给我滚。这个刺儿是该好好收拾。喂，出事了，穆氏项目的产品做不了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大家下班吗？那方案怎么办？无论是赔偿违约金还是被开，我都要。对不起，拖累你。没有，不怪你。壮壮，马上把公司的新品送过来。哎，东东，你醒了，方案我已经写好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。你一晚上没睡啊？这是啊，总不能让你开除吧。哎，对了，这马上要开会了，可我这脸，哎呀，这段时间天天对着电脑高强度工作，都没有时间去美容院做护理，皮肤好差，一会儿上妆该浮粉了。没事，时间来得及的。喂，不好了，你们的方案可能要被林董顶了。什么？李阿姨熬夜写的方案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？都是我 MY 集团的员工，分什么你我呀？李阿姨年纪这么大了，熬了几天几夜写的方案，动动嘴皮子就变成你的了？你怎么这么把自己当回事啊？我才是 MY 集团的林总，信不信我开除你？你有你这样的老板，公司迟早会倒闭。不用你赶我们，奖金给我们，我们自己走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把他们给我撵出去！我看谁敢动我吧！穆总，实在不好意思。穆总，他居然是穆总啊！你知道他是你母亲。像你这样利用职权盗取他人成果的，我穆氏集团是不会的。穆总，你说就代表 MY 集团被可以封杀了？妈。怎么样，妈妈给你找的好媳妇儿